上次那个狂犬病的时候，很多幼獾，很多那个南投那边幼獾抖一抖，抖一抖就完蛋了。我们这边幼獾什么那个都没有什么事。啊，所以说这里要求比较严。啊，这有痰米有蛮多的，我们也说游客绝对不能喂食。哦，你喂食的话，就会跟高雄柴山那个。那不强那是什么？没有，就走路就好了。不然除非到时候你可以限动阿公啊，你可以跟阿公不用走走完呢、啊，你们可以走捷径啊。我以为他是会带我们的导游、没有啊，不会，他是志工，他们教讲解的。我想待会有个地方要那个拍拍收拾。哦，这环境真好。蛮密集的。要行三公里哦。啊，三公里啊，阿妈就若无一头，我就甲湿。会有点凉的。应该的哈，这时候应该穿那个衣服的。哦，那第一个湖到了。那是湖，都是水草。哎，杜宇松哎，好漂亮哦！这很多家树，真的啊，就是这种 feel。长满全家，长满水草。五个人照那个，没有蓝天白云，往后照。现在找不到。不是从山上下来的那个吗？我会蹦起来。没有啊，不知道你在从那边走。这边吗？啊，对，回来也是那条啊。我们杜宇松照，来，全部照一张，往后。长棒。恁镜头前，我给恁翕一张。后面照落雨松，快点，好漂亮！哎、往后转啦、来，一，老爸，你看，看头前的，你因为你离上远那边的会模糊掉。是不是太黑啊？看头前，指令要清楚啊！哎，来，一、二、三，哦，好漂亮啊！好好笑哦！噔噔噔噔噔。终于你在前面了。对呀，今天换我长进。你要不要很粗鲁的在前面那个？哎，再高一点，要都到。你要看到后面的湖呢？没有，你要背对他，你要背对他奇怪。你要背对，你用背对介绍的，这样子。对，你要跟大家介绍，对，哎，这里是谁啊？什么地方啊？阿轩，你要帮我注意看我的手会不会掉下来啊？
好，可以讲，现在。阿姨没讲上，讲在录影，好吗？赶紧录像，人家照相，赶快。对不起，恭喜。这边照，这个景应该不错。哇，这个景好美。Hello， 我要上大轮了嘞。撞到人了。妈咪在后面。又保护我的小宝贝。弟，今天很多人，虽然是非假日。今天是礼拜一，会看到许多蜻蜓在交配呢。嗯，漂亮，好肥哟、哦，好肥哟、哦。国美的，今天先祝大家能又一起来哟。